汤龙点亮啊，李塔利瓦鼓励谢伯我们啊，一个很好的场所，这要谢谢我们啊，曹宇标议员呐、啊，啊，做了几个亿啊，用心在经营我们这一块的社区啊，有这样子的空间啊，不管是平常。假日啊，都可以利用这个地方，变成我们一百一亩五水地方，我们来去碰工，我们来现劳，我们来卡力或者做游戏、做运动的地方。菜头啊，就是要菜头。呀呀，热心的青年啊，非常热心的这个青年，在地方啊，对于老人家的地方的社会福利地方啊，非常的用心。那他这次啊，特别啊，就是狮子会啊，跟我们社区合作啊，办这次的活动，一起来。服务我们是县市是哪一个县市啊？我们连江县啊，从政府的施政、教育，还有社会福利、环境、经济啊，我马上是广播最幸福的地方。所以我老内么，以前年纪小也辛苦啊，啊，让为年纪下这财啊，两个一万拿，哎，就是蛮辛苦。当然我年纪大啊，老内么多生活，所以我进屋么。多进入进入啊！我，看我老内几个好，我老内我当然老内我，不算我的进入都，不愿拿去，作为我们社会，这么鼓励啊，那跟各位一板一目报告，念早说念，并说念鼓励我，我一定努力，那希望大家也给我们打气，好不好？好，谢谢谢谢，那。接下来先请会长讲几句话。今天来讲得很好了。讲国语，因为相信大家都听得懂啊。秋天也快到了，希望各位一白一怒啊，大家注意身体啊，早晚都很凉快。那我们今天做一点社福，有一点小礼物送给有病人。你都错，我说错都不好，我先老了，我先老就来讲了，因为三年前啊，你老内真来兵，为什么杀一啊？但以后农村呢，他不止，但是讲配人的，未好一点见到，无。台湾的李乡、李马友、李乡亲，都嘛是一万一心讲，合主义讲，无干嘛叫合主义，一定熬，都做个一定熬掉。但主义佬嘛，主义佬，主义会甲更会少，细人佬，就农村佬抽啊，有时候你袂做阿婆，袂弄我，都撸撸啊。谢谢一来木，那先坐在位置上，那我们会把你送过去哈。他们可以自己抓的，就是几周几周吧。你们两个去吃。